陶喆在星战舞台上拿过两次冠军，却在上一场比赛进入第二轮险遭淘汰。但他坚信音乐的力量来自于内心。有位音乐巨星已故多年，他的一首歌却被珍藏陶喆的心中。这首歌让陶喆更加坚定心中的理想，找寻属于自己的那片海阔天空。有请陶喆。上场，陶喆和龚琳娜成为首度站上全能星战 PK 台的歌手。面对压力，陶喆凭借超强唱功，当仁不让，顺利晋级。本场至巨星之夜，作为 RMB 教父的他，又会如何选择自己的作战歌曲？做音乐，做任何事情，一定是要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自己、挑战对方的一个状态里面，这样子才能够超越自己。 Beyond 这英文名字就是超越的意思。这首歌跟 Beyond 跟我个人来讲都有很大的关系。80年代他们出现跟90年代 David 是一模一样的，所以两个都在不断的超越自己嘛。我们目前看到的所有的比赛，所有的参赛者，有没有任何的一个歌手自弹自唱过？没有。就算不会弹的话，那为什么没有去学呢？那如果说会弹的话，那为什么又没有去弹呢？这个部分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我对音乐的一个诚意，也是希望可以把 Beyond 的精神，然后黄家驹，然后这一首歌的精神，可以用声音跟乐器一起表现出来。一把电吉他，一首粤语歌，今夜陶喆能否成功挑战经典曲目，重返王者之位呢？